Hello， 天王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今日嚟玩呢个游戏咧，叫做模块。近排唔知点解咧，玩亲好多游戏咧，都同毛系有关系嘅。之前又玩条毛啦，今次我哋就唔玩一条毛，今次我哋玩成个波。我哋咁呢个游戏咧，系玩咩咧？我哋就系咧控制住呢一个细嘅毛波，咁我哋咧就要避开啲障碍物，避开啲障碍物，跟住之后咧，将个毛波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。但我哋咧一撞到啲障碍物咧。我哋个毛波会变细嘅，我哋个毛波变细咧，咁好大件事啦。啊，变细咗之后，我哋就会输啊。但系我哋最主要都系咧，要睇下我哋自己可以碌到几远啦。我暂时已经呢一个系我最高纪录嚟嘅，我最高纪录咧，好似之前都系几十米。而家我哋有 ，Oh my！ 不过话时话，呢一间游戏公司做乜佢成日都出埋啲同毛有关系嘅游戏啫？即系呢一条走廊究竟系条咩嘅走廊呢？点解会成地都系毛咧？哎呀！嗰啲毛仲要有少少挛挛地嘅，究竟系边一个人啊？我知道一定系脚毛嚟啊！一定有条友咧边行啊边脱毛，跟住脱到成个走廊都系脚毛咁样咧。但系问题系呢条友只脚猿人砸地球嘅咯，应该系毛鞋嚟嘅。大家有冇睇过咧？今日睇真啲啊，唔系今日睇真啲，今日睇真啲，而家已经太旧啦，应该。即系嗰啲咧讲嗰啲神秘事件嗰啲电视节目咧，佢哋咪以前好兴讲毛鞋嘅，即系呢一个系唔应该攞嚟讲笑嘅，系一个病征嚟嘅。即系有啲小朋友咧，佢哋一出世咧就成身系零零舍，特别多毛嘅。有啲人系，咁佢哋嗰啲系咧啲基因突变，基因突变咧咁啊突变咗去呢、這、一个即系身体毛发嗰部分咧就变翻去原始状态咁样。387米，我哋仲要玩到弹 game 咩？玩到弹 game 咩要啊？点解要弹 game 啊？好啦，我哋循例都望下嗰个世界 ranking， 哇，一定系开 cheat 噶啦，99999999，呢啲人嗰啲分数咧太假，啲分数太假，太唔真实啊！我哋玩啲真实啲嘅，嗱呢一个同之前一样啦，我哋玩亲呢啲 game 咧，都系观众同我斗高分，虽然之前玩亲啲咩都好咧，啲观众即系留言讲嘅分数咧，一定系高过我嗰个嘅，唔知点解。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即是这些东西为求这个真实性是比较高一点，大家如果你是高分过我的话，真的要去 keep 一张图， keep 一张图， wait a second， 其实我们可以撞多少次的那些东西，我们可以撞多少次的，我叫你究竟可以撞多少次的，因为有时撞一次就没事，有时就很大的波都好撞两下就死了，定还是我是撞墙死的，我是撞墙死的，啱啱嗰下，所以我哋应该咧尽量喺中间咯，我哋撞一撞到呢一啲位冇事嘅啊，我知点解啦，因为我撞完嗰啲矮墙之后咧，嗰啲唔系矮墙定唔知咩嚟，总之我撞完嗰啲啊纸皮箱嚟，原来系我撞完啲纸皮箱之后咧。我是会加速的，原来我是会加速，所以才会撞在墙上，因为一加完速之后呢，哦，原来我们可以撞几下的，总之是撞到波细到没了就会死，即是大家明白我意思啊，即是呢我们要令到波变到过分地大之前呢，要将它缩回细一点，要将它缩回细一点，就是这个位置我们缩 OK， 就是这样了，将个波缩细咗，咁我哋之后咪易避啲咯，避啲嘢咪，跟住呢度再避 ，OK， 哇，完美，简直系完美，完美地将个波缩细。哎，我哋哎喺呢位呢位缩呢位，喂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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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哋喺呢位缩。No， 哎呀，我哋呢一个策略系啱嘅，我哋295啊，原来，做乜我个 best 系295啊？头先我唔系有一波300几嘅咩？我唔系一波300几嘅咩？所以冇用噶，吓？点解会咁啊？明明有一波系300几嘅，我哋去到300收手啊？咦唔得，如果去到300收手，咁观众好容易可以破多纪录噶，因为大家又睇咗我呢一个嘅半教学，点样去玩呢个毛波？嗱，大家睇咗噶嘛？喂，搞错喂，我波咁都死，太过分啦，咪？太过分啦，咪得啦，好啦，我玩到去7米就死，证明我开始个人有啲攰啊，有啲攰啊，系
系有啲攰啊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玩呢一个舞快，咁啊希望大家咧咁啊试下，睇下大家可以玩到几远啦。咁啊，头先我玩咗几铺，200，我真系玩到去380几嘅咧，一定系有笔。咁我玩到去295，咁啊大家睇下喺几铺之内可唔可以去到呢个纪录啊？应该得嘅，好简单。玩毛呢啲嘢，大家都识噶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呢条片咧，我哋先暂时玩到呢度啊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啊，大家中意记得揿个 like， 我哋下条片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